从后面走。走吧，长剑。慢点。浅浅，你没事吧？走吧。长姐刚睡着。长姐应该是受到很大的刺激，她现在这个样子，没法帮我们指控。不仅是她。我还在私人医院里看到了其他的受害者，他们被关回去了，应该是他们的家属被收买了，就都将他们又送了回去。难怪这样，那些被害者都凭空消失了一般，我怎么都联系不到他们，是不是陆成北干的？应该不是，我感觉他应该也不知情。我晚上要出去一下，如果我回来的太晚，你和图图就先睡吧。你要去哪？我去见个闺蜜。我怎么没听说过你有闺蜜？是高中时候认识的。好。我是不可能爱上一个强奸犯的。浅浅，快来看，仙人球开花了，真好看。其实今天晚上我去见陆成北了，但是我怕你生气，所以我撒谎。我为什么会生气啊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感觉。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因为我怕你知道了以后更生气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相信你有你的理由，我会支持你的。其实我去见陆成北是为了打探私人医院的事情，陆成北确实不知情，我觉得他没有骗我。那你接下来是有什么打算？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陆夫人搞的鬼，我感觉陆成北也很不满意康复中心的这些事情，我觉得他可以利用。你是想利用他解救出其他受害者吗？
下来为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。昨夜孟氏私人康复医院突发暴乱，不少病人趁乱逃走，目前医院正在紧急配合警方联络家属，将病人逐个带回。佳佳，长青，对不起啊，佳佳，你说的对，我就不应该相信那个混蛋会改过自新，他居然会为了钱，为了钱又把我送到那个地方。长青，你好了，你想起来了，没关系，我不怪你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这次我一定要站出来指控他们。好，孟院长滚蛋，还我们公道，还我们公道，孟院长滚蛋，还我们公道。滚蛋，还我们公道。韩在元已经在调查私人病院了，就算把所有的受害者再关回去，也终究会有纸包不住火的那天，不如直接把私人病院推出去。你以为孟家垮台，陆氏就会没事吗？我看你是被江石浅那个狐狸精给迷晕了。跟他没关系。妈，您答应过我，给我一定的期限来完成对赌协议，这期间我希望您不要过多干涉。好，要是完成不了任务，你就好自为之吧。都是假的。